王心凌高空翻滚耍特技，旧情人都来了。王心凌出道12年，昨晚首度公蛋豁出去倒吊耍特技，废话少说，看表演。原本只转一圈，为了观众再加码一圈，这一球队让主办单位投保1亿元。动人处，他主动提及与姚元浩随堂闹出的三角奇情。3年前，我因为一场恋爱，我几乎失去了所有，包括正在筹备的小巨蛋演唱会。然后有人说我很勇敢，有人说我太傻。也许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想要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如果再来一次的话，你还会这么勇敢的去爱吗？我是想讲吼，迄当初怎啊做跳的啦，卖过来一届啦。杨元浩这台下有听到吼，卖过北来啊啦。如果你有机会认真的去爱过一个人，就都值得了吧。元浩表示赞同。这个绕一圈的故事告诉我们是什么比较好？旧情人还是比较好。王心凌昔日作戏的男人们也难得齐聚一堂。好早之前就已经接到通知说，有没有可能一起来演唱会唱《煎熬》这首歌？对，那因为我考虑很久才决定这样，因为《煎熬》这首歌对我来讲真的是蛮煎熬，因为最近单身嘛。戳到了我心痛的地方。苹果的新闻没有了好的开始啊！报道。戴森温馨提示：戴森 J Focus 喷射控流技术，快速均匀温暖全房。